Hello， 我是阿龙啊。今天呢，要来玩一个新的游戏啊，那就是《圣战之野望》创造我们《圣国励志传》。那这款游戏呢，《圣战之野望》算是一个跟《三角之一样，算是一个很长久的系列的，也是挺久的一个系列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它的最新的一作。那还有这个游戏暂时只有语文版。汉化版我是没找，不过自己看得在于自己看得懂呢，就随着它。因为这个游戏它 Steam 上面是锁区的，所以我就找我中国一个好朋友，他就借我来拍影片，借我玩了。那所以呢，我就趁他不在的时候，我就看来拍个影片这样子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呢也跟一样，我们先来弄一只脚是吧？那之前我是稍微的有弄了一只，这就是他特点的角色啊。那剑法什么的呢？我们来选一选吧。那他这个选剑法呢，如果选到有一些情况是，来解说一下他的能力。不过他中文字还挺多的，那就这个汉字还挺多，那意思也跟我们知道的中文字是意思也差不多。所以是还好啦。看看那、有没有这个玩这个剑国的呢，我比较喜欢用远距攻击的啊，我自己也试一下，有稍微的玩一玩。一点小时间内部队的射击攻击力射程上升。挺强的感觉啊。这个吧，吉利吧，我们还是当一个后方。那然后这个名字啊，因为我实际上要改玩一下嘛，那所以这个名字要稍微的改一下，不然的话呢，他游戏里面叫的呢是叫这一个名字开始，所以呢，如果现在这个名字进去游戏里面呢，那他们就会不会叫你阿龙，然后就叫你阿什么的阿大人啊什么的，很奇怪啊。那所以呢，我们先稍微呢来改一下，月上，我们来改个，井上，这个吧，比较日文一点的感觉啊。这个上面的就不管它了，这个是我之前的名字。那这个主意啊什么的这些情况啊，也是游戏里面我会跟大家说明一下哦。那这个状态这个生物的呢，我是设定啊在这个天煞父母，就是圣将开始说我要取得天煞之后才开始出来，在那之前呢全都是年纪还没到。那这个游戏跟三角之不一样，这个好像要16岁，三角之好像要15岁啊，所以呢他就这样子。还有我们这边呢也可以选择是我们要去哪里呀 那他这个呢跟三角之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呢，他你决定说你要在哪个城池呢，你这个是当家臣还是烂人呢，你选烂人的话呢，那你开始游戏我自己试过是怎么按就是按不住，所以一开始一定是要家臣来开始啊。所以那我们可以设定一下我们的地方啊，天煞父母那，然后我们可以选择我们要去哪一座城呢，然后要投靠哪一个人呢。这个是金圈渣。那我们还是选择跟着我们的德圈嘎加亨吧。那就这样子啊，就不用改了，那原本就是了。所以呢我们这个决定啊，好改过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用我们的开始吧。那这个上面是他推荐你玩的这个剧情啊，那当然我们是要选择自己的角色嘛，那就不选那个，所以我们就来选择清家乡，然后这边呢选择我们，那难道就是终极就好了啊？标准全部都标准吧。等等哦，这边有偏激。
这个编辑是自己设定啊。那这个呢，就是《剑国传》呢，就是发生他，那个时到了那个时候，那个地方发生什么事，他就可以跟着发生。就像我们玩《三角志》里面呢，一些史实事件，你可以选择开或者是不开啊。那选择开吧。那这边，抱歉。哎，抱歉抱歉。那这边呢，他选择说呢，可以说有架空的狮子呢，就是架空，就是不是没在这个建国里面呢没有出生过的男生呢、那这个就是、公主啊。那这个也就是说啊，有可能会有一些不认识或者是没有出现过的人呢，就会可以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母像名字就不改了。然后这个姬母像呢，就是说跟我们三角志里面设定的一样，他就说是有登墙还是不登墙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选择登墙吧。好，所以选择我们这个出发。好，安心你。レジオアタヨワカメニスタカイラオアゲヨアゲルカヨカオ。那时候我给你一个安静的领地啊，跟着我，我给你的命令啊，你来成名吧，这样子。从现在开始呢，就给你一个主秘，期待大家的注射啊。这个呢，也就是一开始我们很简单的一些任务。那这个呢，就是类似胜于我们管理一个小川的感觉啊。那管理一个小川的感觉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达成他的他给的这个任务啊。然后呢，可以取得这个勋功，这个分工啊，这个勋功，那就可以我们就可以升级这样子，比较挺简单的啊。犬を入れとではないか。ここは良き場所だな。诶，这不是阿龙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啊。大人呢互相怀疑，然后互相斗争的乱世之中，在心里面存着这个义，这个正义啊，这个义理啊，这个想守保守护这个，我也是希望你会这样子啊。有好多上升，那有时候呢会有一些母上啊来拜访你的领地，然后你就可以跟他说话，然后就会增加这个友好度。那这个友好度我自己还没试过出来，它是会有什么效果、那然后呢，这个是我们老板的头像，然后这个是神渊进神渊抗进，在同一个老板，大家都是同事，在同一个老板上面做事。那我来给你一个提示吧，作业提示。如果你是准备好木材的话呢，就可以做更多的事啊。在森林旁边做一个寄存所怎么样？然后这个说呢，在这个沙田旁边呢，就做这个铁城，制造铁的地方啊。那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前面吧。那这两个我还没有注意啊，这个应该是新工的意思吧？那这个就是劳力啊。那你建这个东西呢，它全部都是要这个劳力的啊。比如说我们按一个，那它就说要两个劳力。如果你消耗了这个劳力之后呢，它每个月都就是你，比如说这个房子建17天，那这个呢，你过了这个17天之后呢，它就会回复回来啊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建设画面呢是每个月都可以下命令一次，当然呢有一些呢是可以超过一个月的，所以那个情况呢就会超过一个月才会恢复过来哦。所以呢我们先来做一个这个铁城啊，然后呢我们建一个赚钱的香园亭，这样子在这里的话，这里吧。那然后我们命令要杀了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暂停，不是暂停，是继续。
哦，然后不然两个中心说啊，我来做这个任务吧，你做另一个别的任务这样子啊。嗯，那、是做事还挺快的啊，贵重的资源哦，好好利用贵重的资源啊，生产的铁不要乱用啊。哎，现在是你老板送我们铁了啊。那、是说这个，他有一些是教学御的名誉、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应该可能報告说い我たします。按过了，所以他就没有再出现这样子。不能自己再看出来的吗？那之后如果有一些不懂的话，我就可以在这边按一下这个教学啊。所以这边有一个小朋友的头像。在这个他强的人呢，好像很辛苦啊。那些人，如果你让那些人比较快乐一点的地方就好了。所以他就说，在这边附近建这个演武墙。这个演武墙呢，就是用来增加他们的娱乐。那这个其实比较，与其上比较偏三角式的，不如上这个魔域城市的感觉吧。那他这些呢，都会说，哎呀，他就会说啊，这因应这个娱乐治安啊，来增加它的生产量。所以你增加这个情况呢，它也会增加它的生产的数量，每个月生产的数量。这样我们呢就在这边建一个吧。所以呢在这边建一个岩木墙。哎呀，大家呢也注意到了这个是有联系的，所以呢一个这边呢也是这里面也是他的墙的话，那就是这个演目墙就可以给他有这个效果。等等哦，哎呀，建错地方了。这个演目墙建在这边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啊。那我们可以覆盖的啊，只是浪费了一下材料这样子啊。也要建起来。这样子每个月都可以有。都可以收入到木材，不用跟我说谢谢啊，这样子啊，哪里你要有帮啊，就是不用跟我说谢谢啊。哦，居然为了我们这些人呢，所以在建了这个房子啊，为了我们这种人啊，而建设这个ご名设誉、施啊，先这样月子，の収支です。報所以告感いた觉しま他す。很开心的样子啊。好，那然后这边的奖励啊亮起来，那这个奖励是什么呢？他这个头像说，为了还没知道的概念呢，来开这个奖励的话，就可以建设新的设施，或者是用这个新的金币。那大家可以上段这个是说呢，这个是一个技术什么的啊。那这个呢，比如说溺水，你什么你溺水泡熟啊、民工啊、茶汤什么的呢？那他这些你开了之后呢，他就可以执行一些新的能力啊，比如说这个灌溉啊，他这个溺水呢，就说可以建设这个出水渠，或者是可以用这个灌溉。那这个灌溉就是这边啦，这个出水渠呢，就是在这里。就是要研发那个呢，既然你要，给钱研发之后，你就可以用这样子啊。然后这个制裁所没想到它是要治水跟武艺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边多建一个，它这边建不起来啊，这个在这里啊，所以就只能用两个它的墙，那所以就不要浪费了位置啊。然后只能把它给覆盖过去啊，然后这个演武墙呢，我看看哦，就在这边吧，这样听起来说好像比较少，没办法了啊。那当然啊，我们呢也这个也只是暂时性管理啊。那当然也是有全国的啊。那全国呢，当我们升到差不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当城主啊。我们现在呢是一个川将啊，获得100星功。哦，这就是锦上大人啊。我听明听闻你是这个地方的新的领主啊，所以我今天来跟你打个招呼啊。
那这个是小小心意，跟尽可以多多关照这样子啊，扣的100块，爽嘞，捡到100块呢。好，那然后呢，在广州中胜完成了这个了，所以说啊，我已经完成了，你去做别的了哈。ご命令を。ご命令を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哦，这个是上个月的收支啊，这样子啊，嗯，我们来交一下任务吧。哎，这个1500兵两个，这个啊，兵的送给你的，啊，不是送，是贡献给老板啊。然后我们来看看有些什么呢？是哦，这个仙人亭也是需要这个娱乐的啊，所以我们建一个仙人亭。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钱很重要啊，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哎，我们来建一个提前屋，提前屋只能建在这个道路的旁边呢，所以我们在这边建一个提前屋之后呢，它就这几个格子都会有这个效果啊。烟雾墙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应该也会比较高级，因为它就受这个娱乐的影响，所以会更加多。木材一开始来说不用，或者还不用太多，不过它的位置有点怪怪的啊。哦，所以开始啊，那我就是前期原则，我就叫这个名字，然后请多多关照啊，类似这样子啊。啊，明天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的这个乱世里面呢，守护这个家民呢是非常重要的，也为了那样子，我想跟你一起合作这样子啊，所以友好到要上升啊。啊，这边呢，这个马的呢，就是这个木墙啊，啊，它有些建筑是限定在这个这几。要有这些资源，它才能建起来啊！就像我们制裁所跟这个，地铁墙那一样，也是要有这个沙铁跟这个心灵才能建起来啊。嗯，那现在呢，日本呢已经准备开始拓变了啊，被古老的世界不能被古老的世界所束缚着，天根人呢都希望着一个新的世界啊。你就是简上的大人啊，我叫齐天神经，今后请多多指教啊，或者说啊，今后我们见过面了这样子啊。嗯，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的会比较也是要用词娱乐的，好像也没了啊。嗯，对，好像也没了。嗯，5亿纸啊，那我们呢来建一下农田，来收一下槟榔吧。那农田呢，我想说盖在这边，这2块，然后中间建一个水车或者水池啊，然后2块就可以有这个效果。所以呢，我们先来把这个地方给盖起来。哎，没按错了，这个再建一个仙人亭，啊，重视一下我们的商业啊。好，然后这边建一个龙，哎，这边水边就我们来建一个水田吧。那是水田跟一般农田的差别就在于呢，一个是秋天才能获得的，然后它要在这个水边才能建，那一个就是每个季节都会给你这样子啊。那这两个生产的都是槟榔，然后一个是一次给多点，一个是小一点。然后他们增加的数量呢都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这两个呢建在附近呢是最好的啊，比较简单容易的就能增加它这个效果生产量啊。嗯，有一个人说，嗯，在这个房子这个大屋旁边注意一下冰怎么样啊，要只要在你看到的位置，看到的附近的话呢，士气也会变得比较高啊。他说在这边建立一个母家庭啊，那这个母家庭呢，就像是母室啊住的地方啊，这样子。ご命令を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嗯，解散的大人，这个是你怎么想这个世界？
古老的东西被破坏，开始消失的世界。那武士的这个魂啊，这个灵魂啊，已经在烧，不想让这个武士的灵魂消失啊。我们应该要保持着一个对古老的东西要尊敬的心呢，去把守护它这样子啊。那在日本这个时代呢，也是一个文化发展挺激进的一个时间啊，因为说受到外国的影响啊，有新的技术，然后它跟这个日本古老的东西撞在一起啊。有些人说啊，新的东西比较好啊，但有些人说啊，古老的东西不能失去啊，这样子。这个任务我再做，你去做另外一个任务。那他说哦，补寝的资材不够，不可以给我一些木材的话，就谢谢你啊。那给你一点木材吧。拿这个有好多。哦，没有钱的话就打，不能打这样。买冰凉的话，买冰凉做这个木剑楼啊，这个像是箭塔一样的东西啊，哨塔一样的东西啊。总而言之，没有钱的话就什么都说不能成话题啊。我为那农代呢，一定要这个乡。是什么呢？要理解这个什么叫乡，这个乡市啊，然后让这个地方变得比较热闹起来啊，所以他就说啊，来奖励这个乡的能力啊，这个技术。ご命令を。ご命令を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好。好，然后我们继续把这个地方给盖起来再说呗。武艺治安，那治安是这边的大家可以注意到的是这个呢要比较高级一点的，那这个呢它就分了一个是瓦茨卡，那治安后面那几个日文呢，这个是增加一点点，那然后这个是增加很多，那这些呢全都是要解锁这个能力才能用的啊，所以也是它这个奖励的也是非常重要，要注意一下啊。然后这个冰舍我们盖在这里被好吧，这里吧，这个母家庭建在这里吧，然后呢这边我们盖留一个位置来盖这个木墙哈，然后你要找我东西，要东西给你，然后这个盖这个木墙，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木墙。他这个直接盖下去就是有效果了，就不用增加这个什么样力。所以呢这边是这个要母翼，所以我们来这里盖一个。练兵墙哈，盖一个练兵墙。好，那大家可以看，可能看到这边说啊，我们这个领地就这么大吗？当然不是啊。那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有很多位置啊，那这些位置呢全都是可以去这边做东西啊，那要怎么去做那边做建东西呢，那就是要我们的人口啊。这个人口呢从这边按一下，那大家可以看到在兵数上面呢有人口有1220万，那这个人口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进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选择在旁边找选一块领地，我们就可以在那边建东西了啊，继续发展我们的领地啊，这样子。这个这是一个还不错的地方啊。挺重视古老的东西，也不算是轻佻浮破啊。如果你是这里的领主啊，我叫毛寿圣教，今后请多多关照啊，就叫多多关照好了。想跟更多人认识嘛，那样的话，建设这个茶室或者是用这个茶汤的奖励就好了。那于在这个乱世里面呢，茶就可以跟人呢连接起来啊。
那所以呢，我们啊，队友他建议说，我们就来盖个茶室在这边吧。不过这个茶室也是武艺跟娱乐啊，哎呦，不过他这边武艺是爆了，我们来盖掉这个岩木墙吧，盖在这个道路旁边开一间茶店了啊，然后呢，这边盖一个裂墙在这边，增加一下这个亮度。那剩下这一格呢，就用来盖这个木墙吧。然后这个人口呢，它就是随着这个季节啊，还是每个月呢，它会自己更新，我们就不能强行让它赖上去这样子啊，所以这是一个挺强的事件啊。然后这些材料我们来传一传吧，我们也没有钱了啊，钱都发，被我们发光光了。当家发展的非常好，非常发展的非常好啊。那果然是，你我这个地方交给你了，果然不是一个错误的判定啊，所以又给我们150个表星彰を始めます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哎，你又找我？哦，听说啊，茶汤啊，名人啊，非为了增他们的提升他们家名的时候，每遇到金正，就算斗争呢，也不放过啊。茶母的道路，母系之道跟茶道也是一样，不是单纯的事啊。就现在的过着一时期的安宁呢，也不能放轻松啊，有好又上升了啊。那我们下面呢来传一下资源吧，不然资源什么的用光光啊，然后老板给我们的任务也达成不了啊。竞争是没一些奇怪的事，大家都不放手的话，也就没办法啊。就说我来做这个这样子啊。这个妹子说啊，每一天呢，我爸爸呢就流汗去做事啊，但为了这个田呢更加丰盛呢，是不是有其他方法呢？他说这个要把这个田呢升到五等啊，再然后就增加200，很难的表情を始めます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報告很いたしま难的す。妹子要五等的话，这个练兵场要拆掉。做一个水车，取水池给他才行啊，应该要2个取水池他才能五等吧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确杀一下，这个就放弃啊。哎，那我们就继续跑，多跑一下啊。这边要弹出来，那这每一个家呢，都要加他的家规啊，要人。那一起聚集在一起生活呢，应该要有一些法则不行啊。那要用建立这个法，然后互相尊重的时候呢，人与人之间的这个联系就会变得非常好。所以他就建议我们这样子做啊，所以又要奖励要很多东西的，要很多钱，要很多资源的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哎呀，按错了啊。这个利水不够，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就被推荐说要做这一个跟这一个。哇，好贵耶，老板！哎呀，好贵耶！好了，那我们跑一下。哎呦，在这个地方说啊，感觉有点尴尬啊。哎呀，就像这样的密室的情况才能说啊，不能不能借我一点钱呢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你还要借300块，我没钱呢。然后这个呢，那古墓有一些
一直吃我们古墓的鹿啊，就一直在烦恼，就是因为想希望呢母家的大人的一些人呢，就借一下人手来狩猎这个鹿啊，啊，那还能拿到这个兵呢，还不错，100兵力。哦，有这么多的人手可以救我们这么多的人手啊，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你啊，这个你就是感谢的你啊，啊，想上动哦，我想跟你听一件事啊，我的这个希望就是在这个乱世里面呢、啊、来成名啊，啊，这样子啊，你不知道你怎么想呢？我说还不错啊，啊，有理想是一件挺不错的事啊。啊，有全部做完了，虽然我只做了一个。先月の収支で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報告いたします。好，那时间来说呢，时间我们先 end 到这里吧。那我们呢这一集呢就稍微的把我们的这一小块领地给发展好了。那我们呢来看一看呢。他这个人口什么时候发展到我们可以进出去找别的地方，然后啊我们也要努力的达成这个任务啊，达成这个任务之后我们就要来升级啊，那我们下一期的目标就是努力达成的老板给的任务，我们来升级之后我们来再来发展更多更多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这期先到这边结束吧，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哦，拜拜。